小爱，阿蒙，明天就要开学了，你们的文具都买好了吗？爸爸，爸爸，我的文具都挑好了，阿蒙，你呢？我的也都挑好了。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去结账吧。好的，爸爸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结账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？妈妈，我不知道呀。阿蒙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呢。结账的时候要排队呀。阿蒙，你数一数，你前面排了几个人呀？那我来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前面排了四个呢。啊，你排了四个人呀？那小爱，你也数一数，你前面排了几个人呀？啊，好的，妈妈，我也来数一数，一。我前面排了五个人，为什么我是四个呢？你是五个呢？阿蒙，你糊涂啦，因为你排在我的前面呀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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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